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老师。今天周六，但是今天下午还有四节课，抱着作业准备去上课了。咱班寒假作业有十几个同学没写好的啊，学一天你补上啊，别人都写好了，别人比你多学一点，你不觉得亏得慌吗？等你，但是我写个花纹儿。你先去有办公室办那个咱的课堂作业，还有那个河南中考的练习册都在我桌子上放好了。不要说话了啊！咱那个河南中考那个练习册发给大家，后面有答案啊。先去做一遍，做一遍之后，前面的填空题拿不准的，你再去对答案背，听到没有？这时有学生拿出来了物理练习册，物理把答案撕了。怎么也没想到物理老师会撕答案，当着你们面撕的。哎呦，我太善良了。咱们前面有填空题，填空题的答案。你不会填的，你去对答案填上，记住背啊，听到没有？你别按答案照抄啊，这样的话你买这一本资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。就这样，搬下去，搬，搬下去吧啊。哎，作业来，看书上作业来。看没？还是再跑一趟。搬下去。新学期第一周就这么结束了。